OK， 要放马倒了，互相嘲讽，周围的各个位置也完了，难打呀，兄弟这里。目前是贴向了Inko的方向，后面加枪，好在这里已经贴到近了，炸到一个神 C， 怎么说还能炸到一个吗？打开了这一场团战的突破口，但是要小心侧面对方的队友。没有撤吗？神 C 上了一个人，怎么说苏品没跟？一颗雷能不能放到？放到一个，趴下又倒一个。残血的状态再一次完成了突破，你再往前走，前面那个人就一丝血，一枪就倒。目前苏皮一颗雷能不能带走？我靠，怎么哪来的喷子啊？啊 ！S2K 一瞬间打倒一个，别扔了！我靠！这是他第一把比赛决赛局拳制胜的武器。好在现完了，技术大事儿。而且另外一员猫猫刚刚把能不能顶住？顶住！顶住！顶住！外之队，近点有人，近点！完了！我操！一个高跳。还是用喷子呀，发挥出了手中武器上的优势，来不及救人了。我也拿喷子啊！的环境之下 ，Squash 确实看得出来是一个用 S12K 的好手。很遗憾，这一局比赛在一开始运用手雷打开突破口之后呢 ，Inko 他们团战上啊强有力的一波反击打，